正前方，正前方，哦，塞雷啊，哇！波光粼粼的海面上，一整群短肢领航鲸在水面不停穿梭回游，难得一见的画面，让领航员都激动起来了。我要拍起来，哦，这就是鲸豚细龟，哦，鲸豚细，哦，这只，哦，你看够大了，你看它尾巴，好壮观！这是我们从事赏鲸活动以来第一次发现数量那么大，族群那么多的短肢领航鲸。 短肢领航鲸又被称作是源头鲸，公的领航鲸全长可达6公尺，母的则为4.5公尺，体重可重达3000公斤。宜兰出现罕见的领航鲸，花莲则有鲨鱼跟抹香鲸。5号中午左右，民众目睹抹香鲸与鲨鱼竟一起游泳，民众以为是鲸鱼在吃鲨鱼，其实海下正在上演一场抹香鲸互子大战。仔细比较近的时候呢，发现说是鲨鱼在咬那个抹香鲸的宝宝。 大只的抹香鲸就直接攻击鲨鱼，嘿，然后最后是那个鲨鱼呢不敌抹香鲸的那个狮咬，直接跑走了。民众趁暑假出海赏鲸，果然幸运遇到了特殊的惊奇之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我是刘家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，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，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。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，当然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